在中国古代，应该讲没有雕塑家这个概念。学雕塑的人家都是一些穷苦人家，你看现在国际上人家对我们的这些照相顶礼膜拜，可是没有签名，所以这是很大的遗憾。雕塑系的素描，它的目的不是把它做成一个单件的艺术品，它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功能，是做一种造型能力的基础。可是没想到我把它画成了艺术品，我那三张人体全部留下来参加全国美展。90年代有一篇文章是由吴冠中先生写的，关于人体美的这样一个话题，选了我这张画，我一个女人体背影来作为他这篇文章的一个画面。这幅画好像也是代表我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一组雕塑，用不同的服装呢，体现人类或中国的历史的发展史。从这组作品里面看，你会看到一个时空的交换，从平面走向立体，从过去走向未来这样的过程。新媒介能够给你无限的想象空间，我要有数码的这种艺术作品来体现我想要表述的东西。一件就是变脸，西方邂逅东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是一个经典的西方雕塑的标准，再把一些东方的面孔对接上去之后，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配上有点幽默诙谐的跟这个画面有关系的音乐之后，产生一种戏剧上的一种变化的效果，产生的是一种化学反应，也就叫异质同构。你就发现我们现在的观念从何而来，起码有一部分就是从形式中来，所以说新材料产生新形式，新形式产生新观念。由于艺术应该像游戏一样，可是游于艺是需要条件的。在60岁以前，我不敢游于艺。去年我退休了，我觉得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空间，我觉得我未来的道路有无限的可能。身无形役，心得自在。那我怎么体现我这种自在呢？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我释放。你看我是很无序的，很不讲究的，可是我能够慢慢慢慢把它变成一张画，发散自己，表达自己的精神层面，使自己内心真正的自由。